可以给我糖果吗？为什么不能给我糖果？你不是出来发糖果的吗？可爱小小无脸男卢小妹本尊现身。昨天去学校，同学有没有很喜欢你？无脸男不讲话。卢小妹超专业，还知道扮成了卡通《神隐少女》中的角色，要怪无脸男可不能开口说话。仔细看这身小小无脸男的装扮，脸涂成全白，可让卢小妹在幼稚园的万圣趴抢尽风头。学校的焦点人物。日前参加幼儿园活动的卢小妹妹，因为装扮实在太特别，连其他家长都不断围上来拍照，直呼好可爱。而这可都是经过妈妈用心设计的巧思呢。大概十分钟就差不多了，化个妆。化个妆，然后把那个衣服套进去就好了。光是要把脸弄到这么白，再画上紫色的纹路，卢妈妈可是费尽心力，要拟真无脸男的每个细节。无脸男，我怎么不认识他呢？没有，无脸男的好同学是谁呀？萌萌的卢小妹妹真的是超级可爱，自己也非常期待下一次的万圣节到来。不过这又再度考验妈妈的创意了。记者陈生义高雄报道。